惊奇，霜雪不完美玉溪，飞花醉将断戈壁，秋处茅庐青色不可及，红湖展翅苍茫只须臾，无所谓命格错纵不惧，破天机天剑此刻谜题，轻落困境里蜕变出浩瀚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成龙侠义，年华一笑便是定西高歌行万里。少年梦逐浪入城，云长心镌刻年轮，年华回赠与伤痕，敢闯荡才算人生，方寸剑棱角激昂青春，擦拭过岁月风刃，天涯凌云尽所能，是你我并肩又一不如这样吧，今天我们不打架，我们打个赌。我赌二哥的眼睛今天能治好，小神医也会安然无恙。好啊，你想赌什么？就赌这天启城。这赌局还未有这么大，区区一双绡虫的眼睛配不上这天启城。天启城的赌局还在后头，不妨我先要个彩头，若是我赢了，你的那座雪落山庄就是我的了。你从小就想跟我抢，区区一个宅邸而已，到现在还放不下。当年我也说过，终有一天我会抢回来所有的一切。那倘若是我赢了呢？你提。若是我赢了，把我朋友的消息给我。六哥，你还是这么的聪明。我再问你，赌还是不赌？好，我奉陪。既不知道疼痛又不知道疲倦的，我是打不动了，他们还一次比一次更强。你该庆幸苏家家主选择了停手，要不然咱们已经败了。苏成河，他究竟对这些暗河弟子做了什么？行了，这闹鬼了吗？这是今晚这是在跟鬼打架啊。家主，救我！算一算时辰，小神医已经要完成他该完成的事情了。按叶压所说，这些不完美的药人杀手只能坚持一炷香的时间了。看来今晚注定还需要发生一些更有趣的事情才行。去吧，结束白王府内的这场好戏。这人的身形怎么看着这么像无心？
差点被这几个籍籍无名的杀手给解决了，说出去还真丢人呢。你是我。师傅，快走！那是萧瑟，那是你的兄弟啊！没用的，他跟方才五个杀手一样，失去意识了。这一个打我们四个，这比剑下还先了吧？无心，无心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变成这样了，你刚刚喊我什么？无心。看来应该听鬼医的话，此时用他确实是操之过急了。无心。退下。萧雨，你搞的鬼。我没有必要回答你的问题。虽然这场赌局最后赢的人是我，可你已经得知你刚才询问的答案了，你应该觉得庆幸。不过，你的那座雪落山庄是我的了，是吗？你为何如此确信你赢了？二哥可是毫发无伤。哦，是吗？哎呀，可惜了，这是我藏得最好的一颗棋子，本想用在最后的。什么？二哥是个聪明的人，但他有个缺点。就是太容易信任别人，他最信任的那个人带着他走向了绝路。萧景霞，别动。萧景霞自小便心肠毒辣，所有的皇子都不喜欢他，唯有仁厚的二哥愿意跟他说话。这么多年来，大家都以为萧景霞因为萧虫而改变，可其实这条毒蝎根本就是我藏在二哥身边的。萧楚河，你败了。七哥，救我！我败了吗？我们走。要吃吗？大局为重吧，去看看二哥。小神医，小神医，怎么样？那个是什么？唐门暗器。这就是大师兄离开雪月城的时候送给你的。此物名叫三寸之地，是唐门少有的防御暗器。有人熟睡之时，有敌方来袭，此物便自动展开，
取敌人性命于片刻之间。当初他私自联系暗河之后，我就传信给虫儿，让他多加留意。可虫儿却说绝无可能。他对兄弟如此仁厚，却没想到身边养着一只毒蝎。原来这暗河就是他找的，那死在大师兄留下的暗器手里，也算是活该了。孟春风应该没事，神医如何？我救不了他，要立刻请大夫来看他。先带回雪落山庄，还是送往太医院吧？不可，不能让天启知道神医重伤的消息。那吴昕怎么办呢？先回雪落山庄吧。现在就算把他抢回来了，我们也救不了他。为什么这样都杀不了萧虫？为什么？南方布了这么久的局，本应该是天衣无缝，可萧楚河仍能够找到方法破解本王的局。殿下息怒。白王府是如今天下唯一拥有两位剑仙坐镇的王府了，若是他的眼睛再能够看见了。可两位剑仙也没有天下第一有分量啊，我们要不要？还没到时候，但是不能再等下去了，传信给宫里那位，让他尽快见本王。如剑仙怎么突然舍得抛开江湖来我这清源殿了呀？我在江湖上游累了，就来国师的青云殿歇歇。不过客人可不能白来。那是啊，我的确是有些见闻啊，要和国师分享。哦，我在江湖上啊，遇到了一个精才绝绝的少年。这个人呢，是被寒水寺忘忧大师抚养长大的。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啊，他跟我说他要来天启城。嗯。我想啊，如果他真的来了，那整个城里啊都会传遍他的名字，因为以他的个性啊，走到哪里啊都会掀起一片风云的。从他入城之时，我便察觉到了他的存在，并以大龙象之力探知，但很快就被他发觉了，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哦，禀师尊，萧瑟公子求见。哦，他来了，还真是巧了。请。哎，殿下，谢轩先生也在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啊？难道又有人受了伤，需要我去医治？是华锦小神医。小神医？小神医昨日被人重伤，至今还昏迷不醒。哎呀，那该如何是好？如今陛下的病全靠他给吊着，那他人现在在哪里啊？在我的府邸雪落山庄。那你们找国师还有其他事吗？还有一事。啊，那好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先过去看看。嗯，告辞。殿下快请坐。晚辈知道钦天监只达天命，不问正事，因此一直没有来拜访您。嗯，但晚辈最近碰到一件事，不得不来叨扰国师。请讲。我有一位朋友，公认的精才绝艳，但最近失了神智，功力也大增，就算我们几人联手也对付不了他。殿下说的可是叫吴昕的少年？正是。他现在人在何处？就在赤王萧雨的身边，我们都觉得是赤王控制了他。控制了他。这样的事我之前只听我师父说过，我怀疑是西楚要人之术。可如此奇邪的术，就连白小棠也了解不深，故只能来钦天监求一答案。西楚灭国之后，应该只有药王谷一支还密留着炼制之法，这新百草绝不可能，扁姑娘早已去世，难道是叶丫她还活着？果然是她。可叶丫纵会药人之术，她并不一定就是炼制药人的人主啊。何为人主？所谓药人皆有人主，炼药人需以血为引，这一滴血
必须是至亲之人的鲜血，又以亲生父母的最为完美。若没有饮，只有药，炼制出的药人极易遭到反噬。难怪那些人最后都死了，但是吴昕给人的感觉和他们不一样，身上没有那股死气。但是这世上还有谁的血能够为他炼制药引呢？宣妃娘娘，宣妃就是吴昕的生母，若需要至亲之血做药引，那也只能是宣妃。药人之术的解法同样需要弄到这一滴至亲之血。那想要救吴昕，只要找到宣妃就好了。是需要宣妃的至亲之血。那一滴至亲之血就够了？弄到了至亲血，后面的事情交给小神医就并非难事了。晚辈多谢前辈解惑。走。哎，樊松兄弟，飞轩小弟弟，你们怎么在天启啊？雷，哎，飞轩，他是咱们师娘的弟弟，那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他？按辈分，你应该叫他叔叔，我应该叫他叔公。哦，雷叔叔，你叔什么叔啊？都把我叫老了都。哎呀，算了，能在天启城遇见故人，还真是开心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为什么来这青天剑啊？我叫他们来的。所以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？见到谁？暗河大家长，苏昌河。他昨日现身了，现在是赤王萧雨的人。什么？况且以你的剑术，现在不是他的对手，我们得从长计议。哼，放心，师父传了我儒者剑，我日夜修行，早就今非昔比了。儒者剑？如今小师叔跟随谢轩先生学习儒者剑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哎，先后两位剑仙教你剑术，你日后必成大器啊！不要以后，只争朝夕。好，待时机成熟之时，我自会告知你们。告辞。好。嗯，华神医今日没来吗？回圣上，华神医昨天偶感风寒，担心传染给陛下，加重病情，特让徒弟沐春风前来诊治。回去禀明神医后，再决定如何诊治。严重吗？回陛下，昨日原本挺严重的，但今日有位先生来看过了，说是无大碍，不出几日就能入宫了。那就好。啊，虫儿的眼睛呢？已经治好了，只需再休养几日，白王殿下就能重见光明了。华神医的病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吗？陛下，微臣担心此事会惊扰到陛下，故欺瞒了陛下。是谁动的手？是九皇子殿下，他伤了华剑神医后，还想伤二皇子殿下，后被白王府设下的机关所杀。老九，他不是向来都跟老二最亲近的吗？臣等也不知道其中缘由。陛下，请陛下节哀。老九。殿下，赞明，你应该事先告诉我的。若真是告诉了殿下，殿下一定会拒绝的。赞明陪伴了殿下这么多年，难道还不了解殿下的心思吗？可是就算是我复明了，失去了你，身边又少了一个值得信赖的人。如今殿下重获光明，如同重获双翼，马上就能一飞冲天。少我一个无用的侍卫，又如何呢？所以，
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当日，我被景太公的宣令缠住，无法出宫。此事不用多想，定是那赤王所为。后来暗合杀手潜入白王府，多亏永安王派人及时赶到，才让他们没有一时得逞。是九皇子背叛了你，还伤了华锦神医。好在你的眼睛现在已经治好了，那些最后想杀你的人也被永安王他们击退。老九，怎么会是老九呢？二师父，老九人呢？被永安王他们提前布下的机关所杀，已经死了。来之前，我见到了永安王，他与我讲了这一夜的经历。我很好奇，永安王为何如此帮你？他视我为兄弟，虽然我们有夺嫡之争，但是他坦然视之。皇位是皇位，兄弟是兄弟，在这一方面，我们所有皇子都不如他。尸体已经送往大理寺了，此事陛下说让蓝月侯详查。二师父，跟蓝月侯说，小井下误触机关，不幸殒命。殿下，不必多言。多谢谢轩前辈为华锦疗伤。哎，不客气。他在受伤之前起了一排银针，刺入了自己的身体。这是药王谷不传的秘籍，七针锁魂。谢轩前辈，华神医怎么样了？啊，已无大碍。前辈几次救我于危难之中，萧瑟大人感激不尽。啊，举手之劳罢了。前辈客气了，若是没有前辈赠我的无名书，我们几人早就死在暗河的手里了。这寻常人看书啊，是看不出门道的。你能看懂，那是因为你有能力。哎，我上次送你那本书，你看得怎么样了？前辈，你送我的那本《晚来雪》，在街边三文钱就能买到。那可不一样啊。我送你的那一版是未删减版，仅此一本啊！我在里面加了很多情节，很好看的。那前辈，既然是仅此一本，您怎么会有呢？那《晚来雪》的作者是谁啊？江南才女谢飞轩。那我叫什么？您叫谢谢轩。传说中容颜绝世的江南才女就是你？是我。有点恶心。你想去后宫见宣妃？你了解宣妃她是什么人吗？我只知道她是父皇最爱的女人。你父皇一生只爱过两个女人，一个是你母亲，只可惜她在生下你之后不久就病逝了；另一个就是宣妃。但宣妃不仅仅是绝色美人那么简单，这世上除了你父皇之外，还有两个绝顶之人愿意为她赴死。一个是昔日的天外天宗主叶鼎之，另一个就是如今冠绝榜榜首的洛青阳。这宣妃独处深宫多年，好不容易见了吴昕一面，你难道要告诉他，吴昕现在变成了药人吗？但是我需要他的血。吴昕是他的孩子，也是我的朋友。我就知道，你决定的事，谁说也没用。皇叔了解我。我查过了，是赤王给的药，他同意了。
可真的是妖人之术吗？这不是已经绝迹很多年了吗？妖人之术，当年我们都亲眼见过。我在白王府看到的情景，与当年一模一样。而被作为药神的人，结局你也都应该知道。他曾经说，要带领我们暗河走向光明，彻底摆脱杀手的宿命。可为何他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？他的欲望太强了，有时候，欲望会推动我们前进，但有时候，会带领我们走向灭亡。当初你说过，不让暗河卷入这场纷争。事已至此，无法回头了。我只能送你们进去，无法接你们出来。但我会在城墙东角给你们备一辆马车，记住，一个时辰之内必须出来，否则车夫就会走。知道了。这是给你们备的衣服，一会儿换上。为什么要换衣服呀？萧瑟不是皇子吗？我跟着他进去不就行了？白天进宫是不需要换的，但现在是晚上，宫禁之后，任何人不能进去。再说你们去的是后宫，他又是皇子，更得避嫌。哦，好吧。嗯，这怎么是女人的衣服？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你们去的是后宫，只有打扮成宫女，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再说我们两个大男人穿着宫女的模样，这不更令人出戏吗？萧瑟，你怎么看起来非但不纠结，还一脸期待的样子？你哪来这么多话？你现在话多，说明你特别兴奋。穿女装值得你这么兴奋吗？早知道穿女装，就让千洛拾起来。有天分啊你！闭嘴，你个白痴，不准说出去。已经快四十岁了，没叫你们，怎么自己进来了？进去。景太公新来的宫女吗？本宫怎么没有见过你们？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，就是骨架大了点，像个男人似的。可惜了。贤妃娘娘。不装了。萧瑟，怎么这么快就被识破了？娘娘是洛青阳的师妹，也是影宗宗主的女儿。影宗最擅长的便是伪装，我们能骗过其他人，自然瞒不过宣妃娘娘。你跟你父亲还有母亲长得很像，永安王殿下。娘娘见笑了。萧瑟，见过宣妃娘娘。永安王殿下，夜闯后宫，还带着这位修为不凡的朋友。哎，你们两个这是来杀人吗？不杀人，不，只求宣妃娘娘一滴血。一滴血，为何？我有一位朋友最近中毒，中毒原因正是因为娘娘的一滴血。相同道理，若想解毒也得靠娘娘的血。之前雨儿也求了本宫的一滴血而去，不知道是否与这件事情有关，也不知道为何本宫的血可以做毒还可以解毒。老七求的那滴血，便是我说的那个毒。至于娘娘的血为何能做毒又能解毒，那是因为中毒之人
身上流着和娘娘一样的血。你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啊？天外天前宗主叶鼎之之子叶安氏。是他来了。娘娘不知道吗？我已经很久没有离开过这里了，宫外的事情没有人告诉我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对于这个世界，我已经是死人了。娘娘，您当年和叶鼎之以及父皇的事情，萧瑟没有资格知道，但这世界上总归还有人记得娘娘，挂念着娘娘。一个人真正死去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想起他的时候。可是我这个朋友，他想着娘娘，甚至来找娘娘。他的眉眼跟你一样好看。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叶安氏。不错的名字。难道是他？那个娘娘，娘娘，我们时间紧迫。拜托了娘娘。多谢娘娘。等等，你若再见到他，请他勿再来找我。萧瑟明白。雨儿，母亲。那日你去青天剑，说要给我祈福，用我的血祭灵符，我知道不是实话，却也依了你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你竟然是拿来害自己的兄弟。母亲已经知道了，不过我没有兄弟，他只是母妃的另一个孩子。我们身上流的血是不一样的。那你又何必要害他？我不害他，那他就帮着刚才来的那两个人害我了。母亲想救活一个孩子，而害死另一个吗？你让开！母妃，请不要走出这道门。我只是想活下去。我也保证，母妃的另一个孩子也能活下去。不过要等这一切结束之后。哎，你看，咱们衣服换了，雨也停了。雨停了就赶紧走，宫里来来往往人会变多的。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换回来啊？岂不是更容易被人发现了？想要的东西既然已经要到了，就算被人发现也比那身衣服要强。如果来人发现了我们，你拦住他们我跑不就行了？不对啊，你是皇子，应该是你拦住他们我走吗？怎么到你这儿反过来了？我是皇子，私闯后宫被人发现有损声誉。那你不是不怕吗？那我要是被发现了会怎么样啊？你是庶人，私闯后宫其罪当诛，审都不用审，一刀砍了就是。你还真是我的好兄弟。萧瑟，咱们真被人给发现了。什么人？来杀你？是你？你怎么在皇宫中？萧瑟。
萧瑟，这样的章法，这样的功力，绝对没错。简月公公，就算替虫儿还你的恩情了，你们快走吧。走。你是谁？究竟是谁？你又何必如此呢？从我和你对第一掌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定不会是你的对手。唉，但你打下了我的面具，我就算是想要留手，也无法了。他真的值得你这样吗？他会是个好皇帝的。你呀、啊。就是读书读太多了，只要是皇帝，哪会有什么好的呀？世间自有君子，小人才会不信。嗯，那就让我这个小人杀了你这个君子吧。那人究竟是谁啊？当年废了我武功的人。啊，他是宫里的人。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这种诡异的内功。那他究竟是谁呢？能出现在这儿，并且还有如此阴柔的内力，一定是武大姐。肤体无伤，神色淡然，应非他人所害，当是自然而亡。这就是太医院给我们的结论。没有人比我们更清楚秦玉的武功，若论内功深厚，恐怕在我们三个人之上。到底是谁震碎了秦玉的经脉？也或许这个人的武功就是走的阴柔内劲的方式。虚怀功，可师父已经死了，世上会这门武功的人已经不存在了。哼，是吗？恐怕未必吧。这些年来，我们都没有放弃修炼这门武功。当年师父留下残本，除了锦玉，我们都没有停止修炼。但是练得如何，练到何种地步，恐怕只有我们自己知道。你的意思是，杀死锦玉的在我们四人之中？哎哎哎哎哎，嘘，这话可不当说啊。我不是卓清大剑的弟子，更不会什么虚怀功了。哎，不信你们可以试试我。可是你的师父并没有死，他是卓清的师弟。冷月的滚烫云之道。
脚下一通逍遥，又知脚不寂寥。